情。
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已经平路，飞机还将继续滑行，请你保持安全带扣好系紧，不要打开行李架。在飞机停泊安全带指示灯熄灭后，请小心打开行李架，以免行李滑落砸伤或落开。下机前，请仔细检查座椅周围及行李架内是否有遗落物品。下载春秋航空 APP， 享专属购票优惠，官方平台购票，服务有保障。我们携程为购买尊享杯的旅客提供前排座位、行李升级、灵活退改等优质专属服务。春秋航空尊享杯，您的商务飞行首选。感谢您搭乘春秋航空班机，我们下次旅行再会。